想起吃东西。我的两个妹妹呀，可爱。啊，他在拍什么？什么衣服呀？好暖又时尚，这也很花了呀，这个很花了。是不是？这也很花了呀。你穿小短腿呢，我腿很长的，裤腰在这里呢，这衣服太显腿短了。哦，就是有裙子的，就跟这个上半身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绸带，然后下面是个裙子，不喜欢，就喜欢这种上下装的。危险兔腿，我不错。今天双倍亲密度啊，兄弟们，错过今天要等明年双倍亲密度呢，怎么回事啊兄弟们，怎么回事兄弟们。哇，现在小翅膀真的都好恐怖啊。吃什么呀？怎么没吃？怎么都没有吃啊？我就正常吃点饭啥的，吃完饭了喝杯奶茶，喝完奶茶了最近天热，每天吃一两个冰淇淋雪糕，然后再吃点水果，喝点饮料，真没有吃什么。没有关系。就是温馨提醒吧，双倍亲密度，温馨提醒。我怕胃疼，我胃疼啊，最近不是天气比较热乎吗？欢迎大家晚上好。谢谢蕾蕾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女儿，妈妈爱你。
不会卡在后面吧？发呗。我发现现在鱼吧就是是我的新快乐源泉呢。哦，在下棋第几年了呀？对，好多哦。我今天在鱼吧也看到了呢，我们的财星快过一半了，快一半了。哎呀，鱼缸截图都没有灵魂。没有啊，哦，我搜一下，这什么歌呀？没有，我觉得最搞笑的还下面这一个，这是最搞笑的。哈娜比。是这么念的吗？他那边没有说到，没说到这首歌，我就想到了一个。这个是最搞笑的，这个我今天笑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像土拨鼠一样。欢迎大家晚上好，希望大家可以送张板卡卡个粉丝团呢。这两个都没有，真的好像土拨鼠这一张。看，两个没有，好像土拨鼠。上滑火吗？
挺抽喜的，就看起来丑，但是看起来也挺喜气，挺讨喜，是不是？一毛一样，就是我。我今天这个样子让我想起了，就是我戴熊猫的时候。今天这个妆看起来跟我戴熊猫的时候蛮像的，眼线画的没有那么夸张，简单。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更白吧？没有，不存在什么黑白的。哎，我的桌面它会自动刷新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你们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的，这桌面它会自动刷新。这是什么杀毒的软件在杀毒呢？还是我中病毒了？图片禁止访问。这个是我跳舞老师，我之前还学过这种小狐狸的舞蹈。F5 卡住了，不是吧？是后台有东西在活动吗？很可爱，我跳舞老师永远第三，永远第三。真舒服，太激动了。这不跳一波，这是我能跳的吗？这是我能跳的吗？这不来闪到腰啊！我现在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年纪大了。开始贴膏药了。对呀，我最近不是说脖子疼吗？然后就是眼睛，最近眼睛不舒服，脖子又疼，就在想是不是脖子影响到了。我干啥去了？没干嘛，我就这两天在家直播，这个坐姿不良了。你看我天天怎么坐的呀？坐姿不良，然后就是。导致了脖子很疼。煎饼，这姿势桌子啊，给你看看这个结构吧。看，就这里有，但是它这个距离很低，你知道吗？咦，我他妈一头大粗腿露出来了，这个距离特别特别小，特别小，我的腿就经常，我刚又磕到了，磕的都快磕青了，然后下面小板凳也是太高了，坐姿不良。
然后上次仙草一种植物并没有卖人，仙草的白卡。然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先发发的白云卡。放到桌子上，那好难受啊！这腿要是往桌子上翘，这我这腰更难受了。这么老，这不是懒人，这是一种懒。凳子太矮了，那女士我想不起来了，忘了。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，写俾你嘅呢一首情歌，除咗真实想法以外，其他嘢唔多。最好味嘅唔使添油加醋，迟早一日我阿妈都叫你做新抱。如果要评分会俾你最高分数，没有这样的，我会被封的，不能骂人。要是有人举报我，那我就被封了。传播负能量。谢谢王子的班卡，谢谢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大哥，很讨厌。我就在。哪里可爱了？对呀、啊，就很像不良少女。说你呢，就是你，放学不要走。哦，不是抽烟，不是很抽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之前有学过，就假装我手里夹着一根烟，夹着一根烟，没气了。我本来是就是想模仿小月月他就是黑谁叫什么来着，郭德纲的搭档，就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还有个小动物园，于谦，对，于谦老师，就突然想，一下卡住了，然后就他醒了，夸张，你没有看过这个名场面吗？建议去网上搜一下。对，哦，翻白眼，太丑了，我有偶像包袱，不能这么丑。然后前面这一段就是夹着烟啊，欢迎，
是树先生。Hello， 树先生，有没有看过？很经典，这个抽烟的姿势。我不抽烟啊，然后就大家也最好不要抽烟，或者尽量少抽烟，对身体不好，对身体不好。对，那王宝强那个，我记得以前还有这个表情包呢，以前还有表情包。对，我看过，就是，看到了那个表情包嘛，突然很好奇，然后就去看了一下。对，我模仿的不行。有什么是对身体好的？当然有啊。那你喜欢谁的版本胡辣椒啊？你喜欢哪个版本的胡辣椒？当然是看斗鱼二次元二呆酱的直播。看了他的直播，每天早睡晚起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健康，心生愉悦，轻松解压，排解寂寞，释放负能量。算了，我还打个字吧，被这些人给气到了。啊，嗯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Lander， 谢谢你，谢谢 Lander 的火箭。等一下，我送你微信哦。人类迷惑行为加一。我刚刚差点用脚鼓掌了。不是拍蚊子，鼓掌啊。今天是奏乐，今天是舞啊！感谢感谢，谢蓝的火箭。慰藉青山老，昔人已白头。谢谢。宅的那个他，说出你的故事。我有啊，我怎么不能？我怎么不行？看不起宅呀？看不起宅呀？看不起谁呢？画质不行吗？我调一下。
谢谢哟，谢谢哟。嗯，谢谢火箭。先递来的火箭。对啊，这焦点我没有调啊，没有开焦点啊，它今天怎么这么模糊？没开呀。接下来，谢谢后来哥的观看。谢谢你的白卡，应该是灯光问题太黄了，白色会比较清楚。现在呢？有没有就觉得清楚点？我不去啊。好像有点太白了，太亮了。对，这没办法，光线就只能这样了，光线不是很好。家里的这些补光灯设备太少了。是啊，萤火虫本来就经常有的呀。对，广州、上海，广州的萤火虫比较多吧？上海好像也办过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今天好多人都去了，就我没。就发现这还有人玩啊，这还有人玩。对呀，我没有去。我会日语，谁不会呀？欢迎富婆。谁不会日语呀？我担心，大好き，我做到了。没听懂这在说什么呀？谢谢富婆，富婆的飞机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吧？
谢谢新主播。啊，拜拜，这么飞起肿瘤啊，谢谢，感谢。最喜欢这个乌托拉曼，我认识你啊，肯定知道呀，我还以为你多大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呢。谢谢，我不告诉你我是哪里的，我不说，我就是不说。欢迎小黑，微信上说过，我们加微信那天我们聊过呀。啊，我知道啊，是你失忆了还是我失忆了？改名啊，你忘记了，没办法，妹妹多嘛，理解，妹妹多。不要再用激将法了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哎，我就不，哎，沈阳富婆啊，不就是他吗？还有哪个号啊？啊？他不就是个号吗？他有什么号啊？偏暖偏缓一点，灯光舒服。好的，去吧，注意身体。撒谎富婆啊，我只要富婆两个字。神色太慌张，你眼神逃避，却如此的令人着迷。谢谢梅林格的花束。播完了呀，还要开播呀？我又不是像你们五一还放假的，没有假期。我不告诉你，啊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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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双倍亲密度，一个飞机相当于两个飞机，一张半卡相当于两张半卡，兄弟们，双倍亲密度不要错过。啊，牌子又掉了。
送张办卡，卡哥哥自拍办公众号人物。吃鸡酱吧，就是不吃这一套、哦。因为你说，哎呀，主播一米五，主播怎么可能有腿？然后你这么一说，我就会上你的套吗？啊，我就会生气了啊！竟然说我没有腿，然后站起来，把腿伸到你的面前，啊，看看，这就是我的腿，一米二呢，多长东西？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主播了，不会再上这种当了，是一个成熟的主播。这种鸡叫法对于我没有用，没穿丝袜呀，看不开心。毕竟都上过这么多次当了，哼！现在我很聪明，就每次我的鼻影真的不打好的话，感觉我的鼻子看起来就是很塌。司机，老司机不至于。对，老阿姨了，抱歉。老司机是指，就他们比任何厉害的。那我肯定不是呀。我这么单纯。啥都会，就是不会套路人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见过的套路比你们姐见过的套路比你谈过的女朋友还要多。别查户口了好不好？说。突
突然出戏。有些人问我说我是阜阳哪的，我说我不说，然后就变聪明了，然后就问呆呆在市区吗？我刚差一点就脱口而出了，现在套路好深啊。嘿，我不告诉你。看起来真的像老阿姨吗？我去哪别人都说我像学生，真的。到哪别人都说我像学生，包括就是每次去吃海底捞的时候，然后人家服务员每一次都会问我是学生吗，知道吧？像你们就有些人，就比如说像愚公他去吃海底捞，那人家肯定就不会问了。像我这种就一看就像学生的，到哪边都说我像学生。然后因为就很多时候学生是有折扣啊，对吧？然后所以他们会问我是不是学生，可以给我打个折什么的。这你骗不了呀，这怎么骗呀？又开始套路我了，什么万达海底捞还是什么的，我不告诉你。我肯定不会说是呀，我说我不是，因为你说是的话，你就要就是有那个学生证明啊，我又没有，免票。为什么？一个火箭可以加速微信吗？过分心吧，我那个可爱吗？谁是老阿姨呀、啊？老阿姨，那干啥啥不行？装那么低你，童颜吗？哄都你，我觉得我挺年轻的，唯一特征就是因为脸上的肉多。就是因为脸上的肉多，如果我像正常的女生，就是脸上肉少一点，就骨骼分明啊，有那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有骨相，对吧？就会显得比较成熟了。可能要开始助眠了。
他要逃票，我顺便上厕所去。谢千寻的关卡。投票了，一是一是采儿，二是跳跳糖，三是好多八卦，四是软糖。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大家帮忙打打 PK 过过任务吧，一张办卡可以有呆呆的粉丝牌哟，可以送张办卡的粉丝牌吗？